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小灯塔学堂，让知识陪我们去远航。我是故事大王皮皮。上一期我们讲了狐假虎威的故事，故事里的老虎呀被狐狸骗得团团转，而今天的故事主角依旧是老虎呢。这一次呀，老虎又差点被骗了。呵呵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下面就让皮皮来跟大家讲讲黔驴技穷的故事吧。话说呀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商人外出做生意的时候，经过了一个叫黔地的地方。他发现这里到处都是曲折的山路，人们的出行啊很不方便，特别是带着行李的时候就累得更呛了。而且啊，他还发现这个地方竟然没有驴子呢。要知道驴子非常善于搬运货物，可是商人们走南闯北的好帮手呢。于是啊，他就想，如果我在这里卖驴，肯定能赚一笔大钱。很快他就用船运了一头驴到黔地来，可没想到这里的人们啊对驴压根就不感兴趣。这个商人等啊等，顾客没等来一个，倒是驴子已经把草吃光了好几车，都快把它吃穷了。于是他一气之下就把这驴丢在山里不管了。哎，这可把驴子高兴坏了，他每天在山里呀、啊、东吃吃西啃啃，开心得不得了。不过这时他已经被一只老虎给盯上了。这老虎吧也没见过驴，但他看驴子体型比他高那么多，觉得他肯定不好惹，说不定还是什么神兽呢。所以啊，最开始的时候老虎只敢躲在一旁悄悄地看，但时间一长了吧，老虎就发现，咦，这驴儿怎么一天到晚都是在吃草，也不见它干别的事儿呢。就在老虎琢磨的时候，驴子突然大叫了一声，这一叫啊可把老虎吓坏了。老虎以为自己要被这大家伙一口吞了，所以啊赶紧玩命地逃跑。不过跑着跑着，他发现驴子不仅没追上来，而且他大叫了一声之后还是继续低头吃草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这一下老虎的胆子壮了起来，他掉头回来，一边走一边想，这驴除了会叫还会干嘛呢？不如我走近一点看看。于是老虎啊就开始在驴子面前晃悠，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，嘿，没想到驴子压根儿不理他。老虎决定去挑衅一下，他先是蹭了蹭驴子，再用尾巴挠了挠，最后啊他直接用自己的肉垫子啪拍了一下驴屁股。这一下好了，驴终于有了反应，他抬起了蹄子用力地蹬了一下。老虎一看哈哈大笑起来，哈哈哈，你也就这点本事而已嘛，白长这么大个，不如乖乖当我的晚饭吧。于是老虎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，猛地扑了上去。这驴儿啊也就只能踢老虎几下，不一会儿就从大个子变成小可怜了。这就是黔驴技穷的故事了。接下来欢迎来到皮皮的成语小讲堂。在这个成语中，
穷呀，在这里可不是没有钱的意思哟，而是用尽了、用完了的意思。所以呀，黔驴技穷的意思就是，这只黔地的驴本事很有限。后来呢，人们就用这个成语来形容有些人没有什么真本事，仅有的本领很快就用光了。当我们在运用这个成语时，可以这样说，他懂的东西不多，现在已经黔驴技穷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